哼，就是为了批了你这个无耻之徒。愿赌服输，双修也不是不可以。谁让你救了？呆子。我是什么第一阵势？悠悠，永远是师兄的小师妹。师兄，许久不见，悠悠甚是想念。师兄，为什么和那个女人靠得那么近？我的剑，三尺之内，万里之外，皆可斩。这也是练剑吗？陪我练剑，好吗？再不向本教主求解药的话，会全身烂掉哦。一个毒人，两个毒人，三个毒人，是找机会再下一次情毒好呢，还是直接做成毒人好呢？哇哦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，你是万中无一的修道奇才，你信不信啊？神仙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挡路的就斩了吧。这方天地太小，我要出去看看，你来吗？开始审判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终于可以回家种田了。旅行者，精灵村欢迎你，就由我这位村长亲自招待你，旅行者。啊，旅行者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你要对我怎么样？在下就是木仙门门主，挑战者那边排队，女士优先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剑师我全都要。合欢宗，我听都没有听过，你不要误人清白啊。